那我们厕所的防水做好了哈，那现在在做试水测试。那这个测试我们会测个两天至三天。那现在厕所的状况，我们把水淹到门槛的高度哈，这都是水。目前整间厕所都是水。好，那我们那个排水孔都有先给它堵住，所以水会一直停留在厕所的这个地面。停留个二到三天，那测试它的防水 O 不 OK 哦？那楼下住户我们也联络好了，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楼下住户确定也没有水渗下去，也都没有问题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下一个步骤，就开始贴瓷砖。哦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试水了，那水就是放到门槛的高度。哦，整间厕所都是水。好 ，OK。